早晨 ，Facebook 嘅星大友。咁今日咧，我哋係會一齊修持呢個八洞冇長壽嘅閉關嘅。咁而家我簡介今日咧總共有六支香。咁由而家開始咧，去到10:30咧係第一支香啦。喺第二支香係10:45到11:45。咁第三支香咧係喺下晝嘅1:30去到2:30。第四支香咧係下午3:00到4:00。跟住咧係由4:30到5:30，而我哋最後一支香咧係喺7:00到8:30嘅。咁第一支香咧係而家開始咧係首先咧會由 Temple Dawa 咧係口傳呢個八道舞俾我哋先嘅。咁而家咧我再簡一簡介八道舞嘅功德。八道舞是由觀世音菩薩慈悲的淚水所化成的，它非常純正、溫柔、智慧，是愛的化身，具有七眼，行事召喚眾生的呼喚，所求無不如願的，並守護著是所有正法的修行者長壽利益，具有救度百難的威德。在藏傳佛教裏面，八道舞和長壽佛、尊勝佛母合稱為長壽三尊，流傳甚廣，在各個教派的持有者必修持為本尊，在家珠派歷代的大寶法王亦都會一定有八道舞的修持，以消除佛行事業的障礙及利益無量的眾生。八道舞呢仍然是長壽無病常非這個法門的最超勝之處，因為究竟而言，八道舞的本質亦都是本初的智慧，你能夠虔誠的心精進的修持是能夠獲得悟圓滿正覺，這個是此非常究竟殊勝的法門的所在的。好了，事不宜遲，我們今天主法的是由我們財富松心的主持 Campbell Dawa Lama Lama Sula Lama Yesi和 Lama。首先呢就由 Campbell 帶領大家呢是傳授呢個八道舞嘅法本俾大家先嘅，好，而家法本即刻開始。Thank you.
Dum
波香呢，我们本德拉，阿弥陀佛那拉那那，上我们从爸爸寻到德罗德罗从爸爸寻到杭吉江东边阿勒，德罗那杨金亚杰瓦仁波杰勒这边那都我们阿红会都修瓦勒，准备德罗马德格加多金波卡多提罗，那不做多巴拉恩杰罗，我们阿红林松。来日我内吉尊马巴马卓玛格摩拉三杰达杰卓森别措当杰金，波罗蜜本德拉萨玛雅，林阿乌多杰布果占德多玛娑巴拉耶卓罗玛雅达雷欧姆达雷多达雷萨伊坦巴林达嘎嘎耶卡耶连孙杰杰玛当，欧姆阿嘎罗摩嘎德罗德玛那阿德尼本那多达，多达欧姆阿。So, Alin Sumji, Zongura Namalai, Boy, Oma, whatever, Patanzo, Oma, whatever. Dubia, Oma, there is a whatever, Alugam, there is a whatever, and Nidia, Oma, there is a whatever, Nidia, Oma, there is a Pare, Wara, and Shata, Ahom, Shay, Jugger, Kurana, Rema, to the Range. Turin, now one letter to Malanishanta, the Gangi, Dunja, Wakarajim, Malin, Robert, and the Jacobin, and Jejo, and the Men and Jim, and the Jawans, and the Chechen, and the Telepos and Sava, the Yelanda, Bangondo, and the Pama, Jolman, the Lacho, the Mongrena, Maluba, and Solova, and Chibrato. Give me the gym, but I'm too busy to be so little.
Oh.
Yeah.
Facebook 嘅朋友，如果喺你哋係 download 咗嘅嗰個版本咧，係而家我哋去到38頁。咁如果我哋喺呢個通古文化出嘅呢個版本咧，係38頁。如果係我哋喺 ebook 嗰度 download 嘅，咁35頁。Yeah.
我哋唱好萬花出嘅版本咧，係去到27。如果係E-book download嘅，34頁。
顺浪的浪姐水管的多年的月浪浪姐给他那些把那说话也写给做的说话说话去哟。我们现在呢是少少休息，跟着我们自己我哋第二個 section 咧，我哋喺前面咧，我哋有 Kevin 嘢會有啲少少嘅解釋喺度，所以你哋大家可以呢個係之前可能你哋閉過關嘅，咁今次 Kevin 嘢話咧，係呢個係 remind 你哋係點觀賞嘅。咁如果新嘅朋友都係可以。可以學到係點樣觀賞。15分鐘，你哋可以放鬆下。
表示为四不共加行，能皈依三宝、三根本，同时也要忏悔，向金刚萨埵忏悔，同时先满达观想，将一切最好的供养给诸佛菩萨，利益一切的众生。同时要修持上师相应法，要对于上师具备虔诚的心。这也就是在仪轨最开始我们要念诵传承祈请文的原因，也就是要向历代的祖师根本上师祈请，加持我们白度母的修持能够圆满。好，接下来我们一起念诵传承祈请文。
借由这个积聚福德资料，在接下来会念诵一段咒语，也叫观空咒，那这是帮助我们累积智慧资料。那么这里的不共的前行，最主要就是要培养我们的菩提心，也就是世俗菩提心跟圣意菩提心。那因为菩提心是整个观修本尊，也是整个佛法修持最重要最重要的一个基础，所以要有菩提心才可能成就圆满的佛果。所以在仪轨这里特殊的不共的前行当中，特别在透过了修持四无量心，累积福德资粮，帮助我们修持升起世俗菩提心，还有念诵观空咒，帮助我们累积智慧资粮，升起圣意菩提心。好，接下来我们就念诵。标志的白幽檀花呢，放出光芒，供养圣众，第
奉献。接下来，当光芒收摄回来之后，自己就变成了摆渡母了，身体是如同月亮一般，是白色的，同时散发着光芒，眼里动人，婀娜多姿，静谧含笑。同时，接着要想，在自己的头上有三个眼睛，手掌、脚掌、四掌上各具一眼，所以这个就是本质七眼。然后右手是生石印，左手放在心间，以拇指跟无名指捻持着一个白色的幽檀花，而这个幽檀花盛开在你的左边的耳际。同时你穿戴了各种的宝冠，各种的珍宝配件，都是白色珍珠为主的这些配件。同时你还穿着着白色的天丝上衣等等。双足金刚加趺坐，背影月围。
为止，是四肢成就本尊的第一个部分，也就是升起四俱尊的部分就结束了。接下来是第二个支分，要加持三门，所以这里接着要观想在自己的额头、喉部跟心间分别有白色的嗡、红色的啊，还有蓝色的哄字。然后在心间的正中央有一个白莲，上面有月轮，月轮上再有一个白色的道字。在加持三门之后，接下来进入第三个支分，就是要引请智慧尊的融入。那么这里引请智慧尊首先来到我们的前方虚空中，然后接着要向他献八供，从我们的心中变现出八个供养天女，分别供养了这样的八供。供养完之后，要观想智慧尊融入跟我们合而为一，然后念诵萨哄保婆的合而为一的这样的一个咒语。Sabare wa, Sanjaya wa.
劫就圆满了。所以你已经透过了四个支分，同时也向自己做供养跟赞叹等等这些步骤，确信自己就是白度母了。这里有几个重点，第一个就是你观想的白度母是非常非常清晰的，同时它的本质是清净的，是如一般不真实存在的。同时呢，你要相信自己就是白度母，要升起这样子的佛幔。这样子观受完之后，接下来就进入到次第的第二个部分，就是要持诵咒语。持诵咒语的时候也分为两个部分，第一个是要修持如意轮，也就是你要观想在心间有这样子的一个如意轮，接着就是要持诵咒语了。首先观想在自己的心间有一个莲花月殿之上，有一个白色的八福回轮，中央有一个档次，在这个档次的周围有嗡玛玛阿育布涅迦那布陈古如哈，从前方开始向右环列。再来，在八福轮上面分别有大日度大日度日素，静立不动，也就是站立之轮。在清晰的观想心间有这样子的如意轮之后，接着就要开始持诵咒语，观想心间的如意轮咒字放射出光芒，利益众生。首先要念诵的是嗡达日度达日苏哈，要记得达日的意思是消除轮回的苦，度达日的意思是消除众生的八种难，其实也代表了八种的负面的情绪，比如说愤怒、执着、傲慢、无明、嫉妒等等，希望众生的这些烦恼都得以消除。再来，度日的意思是疾病，所以透过我们念诵度日的时候，也消除众生的疾病，尤其平息现在的疫情。接着我们就要念诵这个嗡达日度达日度日梭哈，所以你就想从你的心间放射出光芒。首先上供诸佛菩萨，把加持随着光带回来之后，再照射到六道的一切众生。接着再次的放光，照射到需要帮助的人、需要帮助的众生上面，那他们因为我们光芒的照射都恢复，恢复了力量，消除了烦恼。随着光回来的时候，同时也把他的福德、他的元气、他的力量也都带回来，就像是一盏灯点燃一盏灯一般的，越来越加的光明，自己的如意轮也越来越光彩。接着光芒再放射出去，照射到大自然，可能枯萎的、败坏的、受到破坏的这些的环境、森林也好，都得到了复苏，都欣欣向荣。随着光回来的时候，再把这一切大自然的各种的加持、元素、力量也都带回来，再回到了自己心间的白度母的如意轮上，这个如意轮也变得更加的光彩，自己呢也证得了无死的成就。接下来我们就念诵第23页的内容。
No.
帮助的某一个人，特别的出现在你的前方。
度我，你的右手是肾石印，那么从这个肾石印的五根之间就流出这样的甘露，然后流到了你的前方，我们想说想帮助的人他的头顶，流入他的全身，充满他的全身之后，消除他的病痛，一切的障碍，也得到了一切的喜增怀珠的事业的圆满等等。那么志愿者就要持诵的是这个白度母的咒语。Om Dhara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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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yur Vinjana Dharam Guru Soha Om Dhara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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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yur Vinjana Dharam Guru Soha Om Dhara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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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yur Vinjana Dharam Guru Soha Om Dhara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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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yur Vinjana Dharam Guru Soha Om Dhara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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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yur Vinjana Dharam Guru Soha Om Dhara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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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yur Vinjana Dharam Guru Soha Om Dhara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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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yur Vinjana Dharam Guru Soha Om Dhara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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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yur Vinjana Dharam Guru Soha Om Dhara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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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yur Vinjana Dharam Guru Soha Om Dhara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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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yur Vinjana Dharam Guru Soha Om Dhara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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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yur Vinjana Dharam Guru Soha Om Dharam Dharam Dharam
dare te la mano, vediamo cosa fa. Un dare te la mano. Un dare te la mano, io prima quello suo. Un dato dovremmo mai e quindi la prima cosa so, un dato dovremmo mai e quindi la prima cosa so, un dato dovremmo mai e quindi la prima cosa so, un dato. Un dare dovremmo mai.然后另外一个版本呢，去到
三十八页 ，OK，Facebook 嘅朋友，咁喺我哋喺因为 Facebook 入边嗰个系版本咧，系 page number 系 52，and another page number 38。接着就从你的心间呢，放射出光芒，利益众生。
首先放射出的是白色的光，所以这个光芒照射到诸佛菩萨之后，诸佛菩萨也返回白色的光芒照射到你，也照射到你所有想保护的人的身上，他们就首先得到了喜的喜增怀出的喜的事业的加持。接着有多余的光芒溢出来之后呢，就形成了第一道的这个光球体，像是光幕一样的照着。接着再是由你心间放射出黄光，然后再来红光、灰光、绿光跟蓝光，那分别就象征代表了喜增怀珠的增、怀、珠，还有四叶合而为一的，还有四叶之外的等等的这一切的力量加持，同样照射到诸佛菩萨光回来时候，照射到所有你想帮助的人的身上，他们也得到了那个事业的力量跟加持。接着多余的光芒就再在这个光球体外面又形成另外一道的光幕，所以这样子呢，总共有五层的光幕。那么这样子观想完之后，接着就静静的持诵嗡达日度达日度日梭哈。好，接下来我们就从第一层开始念诵，念诵之后就持诵咒语。
修持圆满四谛、有效圆满四谛的护轮之后，接下来也还是要收摄哦。所以我们再翻回到第26页来念诵。这时候我们没有观想外面有那些火焰回轮，也没有观想宫殿，但就是观想有一层一层的这个光球体哦，就想从外层就一层一层的消融，同样最后消融到至神度母，接着度母呢再慢慢消融，最后只剩下这个荡子，最后荡子呢也都消融到虚空当中，同样的接下来你就可以安住在无相的圆满四谛，也就是自性的本质当中一段时候。好，接下来我们就念第26页。安住一段时间之后，接下来就是进入到结行了。那么在结行的时候，也就是有厚德还有回向。那么厚德的部分，就是要想自己又再次显为度母，身口意有嗡麻哄三个字，然后生活中你听到的声音、见到的影像，这一切要想说它的自性都是清净的，然后接着就要念诵回向文。所以接着我们就到27页开始念诵。Yeah.